着了刀刃要来美国度假。哎，这还没来几天嘞，天天不是肯德基那就是麦当劳，麦当劳肯德基连口稀饭都喝不上。这还不算啥，还指望来这儿能听到咱的家乡戏。谁知道这满大街都是那呜哩哇啦呜哩哇啦的洋玩意儿，听那老婆子我呀我真想自杀。美国它真是一个发达的国家，没什么了不起，我看多了也听多了，那是一点也不稀奇。为什么这里的人们他们就没有一个会唱戏，每天听着那些个西洋的玩意儿，我心里却像雨句。这个外国老婆咋越看越像？像谁？秦梦瑶啊！嘿嘿，看你说了，那啥叫像秦梦瑶啊？告诉你说，我就是秦梦瑶。哎，五六十年过去了。咦咦，我可见过狐狸了！你咋说话了？你不是出口了吗？你才出口了，那叫出国，那猪肉羊肉才出口了。你看你这身体，对，出国，出国。老姐姐啊，看起来你在这美国，这水土可是不服啊。呀，大妹子，那你咋知道我给这地方水土不服啊？你看，你的头发都白完了。你懂啥呀？这呀，都是想咱的家乡戏，想的啦。月光下，我爸爸仔细想看，只见他胸大大。好听，真好听！你这一句唱啊，唱的我都快飞到那银菜园里了。你看，飞过去了。老姐姐啊，要说好听，还是你的亲家母对唱，我听得过瘾，我听得得劲。那还用说？老姐姐，要不咱俩在这儿弄一段。哎呀，我看你这个神经老婆，你是想咱家乡戏想疯了？那在美国大街上唱戏，不带劲。咦，有啥不带劲？都快给我憋死了！那咱先问问现场观众，大家说要不要？要行不行啊？那就来一段。走，亲家母，你来了！哎呀，来了！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看曲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曲剧78，记得是拼音曲剧78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然后点击曲剧名段精选，然后再点击底部的关注。关注完之后，底部有一个菜单曲剧精选，然后点击进去，这里边都是曲剧的名家名段，赶紧进来观看吧。